实在地的议员一定是对在地最熟悉，那我们用最快的时间，其实在地议员都比我还着急，所以第一时间也都纷纷的跟我说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我的总干事，包括汤永瑜议员、李朝如议员、简焕宗议员，还有黄维议员跟郭建蒙议员，所以大家第一时间我们就组成了一个非常迅速应变的小组，那大家就是赶快帮我用最精简的方式把该跑的行程全部列好，然后带着我认识熟悉地方的乡亲，也让乡亲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熟悉我这个人，进一步给我肯定，我以为很熟悉。挺台湾是我们共同的理念，顾高雄是我们的责任。那这个黄温市场呢，是我们两个人选区的交界，像对面的国小也是我们两个选区的小朋友共同就读的学校，那我们要发起全校，黄姐非常的优秀，我们全力的一起打拼。